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竹县有全国第一座的公办民营的托幼园区。啊，即卖有家长来指控，讲囡仔身躯出现着不明的伤痕，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囡仔和老师用棉胶皮包起来，更做亲像一个死尸安尼限制行动，甚至大力来甲囡仔拔头，甲囡仔关入去暗飕飕的便所底。教育这么幸运的新竹县教育局长正在调查，那是真的会当当来处罚。老师提刀卡刀窟一句一句叨叨念，教囡仔熟悉规矩。囡仔讲话臭灵呆臭灵呆，古锥去活泼。不过最近幼稚园即马传出敢那苦读囡仔。新竹这间幼稚园，官府开一校5000多班，打造全国头一座公办民营带囡仔园区。有家长指控囡仔身躯顶有真侪伤痕，看监视器囡仔无想要困，老师就用棉胶皮甲囡仔卷起来，佮用两支脚间夹吊花固定家己的手机下。囡仔若是滚量妈妈好，老师就会关起去乌妈妈的便所内底。七月中的时候就收到家长的陈情哦，中间一直有持续关。并且协助家长，其实不只是今天媒体所踢爆的人体寿司，还有很多言语霸凌的部分。无正经的老师，阁唔若一个人，另外一位老师跟囡仔会坐伫咧涂骹，出来推伊下头，阁真大力有野手个回正，来回做真侪摆，互囡仔着亲惊。老师煞讲是伫咧耍耍来耍去游戏，互家长无法度接受。本案是依据教保相关人员违反事件调查处理办法启动后续的程序，那已经课证正在调查中。案件公开，真侪家长拢惊惊，即马相关单位继续调查，那考证正班对干开发。不过新竹地区老师苦读囡仔案件是直透团，政府单位都要顶尽力替家长好好监督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